定係除草，因為我哋嗰陣時候講緊係頭三個月嘅時間，個個小朋友咧未知道咩叫耕種嘅情況底下咧，原來佢發覺喺耕種嘅過程當中係咁辛苦，從而知道農作物佢點樣可以種出嚟嗰個深刻嘅印象咯。做嘅類似嘅活動其實都有，時間比較短，可能即係參與一日半日，咁所以幾難得就係可以佢哋嚟到幾個月啦，可以由種子見到佢經歷咗風球啦，經歷咗佢哋嘅照料啦，咁就可以見到有啲嘅收成，咁但係起碼俾佢了解到其實種嘢真係困難，而且唔係付出就一定有收穫。唔係小朋友啦，我自己都係就會覺得啊，原來食物係咁要咁多心機先可以喺我哋嘅碗上面出現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嘅就係紅掌心盆栽，因為咧我哋參加呢個活動嗰陣時咧，就將啲紅掌心盆栽刮走喺入邊嗰啲，跟住我哋就可以擺啲泥土入邊，再加好細。本身係一個循環嚟嘅，有條魚啦，跟住咧攞個樽嚟啦，即係話好似一條條嗰啲，跟住擺入去，然後擺棵植物喺嗰度，跟住就俾佢生。最中意咧就系同佢哋做准备工作，大家讨论嗰个时刻咧，其实系可以见到啲小朋友好投入啦，好踊跃咁样发表自己嘅意见啦。咁我都好开心，今次系能够参与到呢一个活动，就一起去成长啦，亦都一起去学习呢啲譬如环保啊同埋种植嘅知识咯。我想多谢我哥同埋送我集团嘅义工，因为佢哋帮助咗我教咗好多课外嘅知识。